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来辉科技，我是星星。魅族 16S Pro 已经发布一段时间了，很多小伙伴还在犹豫要不要入手。今天小编就上手这部手机，同时来对比一下华为 Mate 20 Pro， 看看2699的价格是否真的物超所值。感兴趣小伙伴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在外观上，两者的设计风格明显不同，相同的是小编面前的都是纯黑色的版本。黑色总能给人一种大气庄严的感觉，华为 Mate 20 Pro 商务气息比较重，而魅族 16S Pro 给人的感觉更轻松休闲。不过魅族 16S Pro 的摄像头比较突兀，看起来总是有些不自然。对了，视频拍摄样机会在微信公众号来辉科技超低价处理，不仅如此，每周还有苹果华为旗舰机免费的。其次性能方面，两者都是旗舰处理器，只是骁龙85 Plus 性能还是比麒麟980强一些，不管是在安兔兔跑分还是极客跑分，成绩相对来说都要好一些。只是骁龙855 Plus 算是855的超频版，所以功耗上面要比麒麟980高不少。小编分别试玩了和平精英游戏，在特效画质全开的情况下，两部手机的运行都差不多，也不会出现什么卡顿掉帧的情况。只是魅族 16S Pro 的发热比较明显，一局游戏下来机身的最高温度达到了42度，不带壳玩游戏绝对会很烫手。最后在系统层面，魅族 16S Pro 已经升级到了 Flyme 8， 而华为 Mate 20 Pro 则是 EMUI 9.1， 两者在操控逻辑上相似，手势操作也相同，使用起来便捷程度都还不错。在应用的启动速度方面也没有太大的差别，一些日常的应用几乎都是同时打开，即便有先有后差距也不大。而画面的切换流畅性方面，两部手机也是处于同一水平，只是在图片的预加载上华为 Mate 20 Pro 更快。总的来说，2699的价格，魅族 16S Pro 算是物有所值的。就硬件参数来看，魅族 16S Pro 也算是一款不错的旗舰机。当然华为 Mate 20 Pro 的颜值更高，拍照更好，能耗更低，所以怎么选还是要有所取舍。今天就说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